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怎么办？就看你的了，看我的了，看你的了。得嘞，得嘞，你想办法去吧。奴才想办法，好吧，行了，行了。娘娘哪儿的人啊？娘娘啊，娘娘是外地人。哦，对，听说了，早年间西域有一克兰国欠我大清三年贡饷，近来美貌女子西拉玛雅伊斯拉巴海，就是她。我跟着这么长时间都没念过全名啊。哎呀，长得太好看了啊！您喜欢这口？但是我们娘娘可好些天没有吃饭了，没吃饭，您看这怎么办？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那过两天我等你的好消息，我可以准备去。行，没问题，回家。拜拜。跟皇上回沟通完毕，啊、我准备饭食去了。快去吧，我准备去了，回家。快去吧。哎呀，我这也食欲不振了。最近哪还有好吃的呀？太多了，皇上啊！啊，听说最近的糖果店又出了新口味的甜甜圈。真的？嗯。嘿，香妃，你吃薯片啊？吃薯片，我有国家大事要办。有国家大事要办，都皇上怎么走了？皇上办国家大事，龙体欠安呐。娘娘，您吃点薯片吧，薯片对身体有益。我觉得这个还行。拿走，快拿走。就是油大了一些，还行。哎，你们敲门。去呀！我去看看，我看您稍等啊。谁呀？谁呀？哎呀妈，你来了！来了，我来了。什么情况？这是我给娘娘做的。啊，这么快就做好了？做好了啊！行，那我给娘娘拿去了啊。拿去，拿去。啊，行，让尝尝好吃不好吃。等我信儿啊。好，回来告诉我啊。等我信儿。娘娘，这是新来的厨子给您做的好吃的。这是什么呀？好吃的？这哪好？真丑，看这样子就丑。哎呀，看着就好吃。你看哪儿丑了？这不挺好看的吗？快拿走！不，你看这样绝对的好吃。不吃！我尝尝啊，嗯，还行，挺好吃。有这么好吃吗？挺好，好几个味呢，挺好吃。真的吗？你尝尝，还行，行吗？啊，这就不要了。哎呀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不知道啊，这谁做的？我给你问问，新来的厨子。再去，我给你问，给本宫问问。厨子，厨子，怎么着？娘娘特别喜欢吃，是吗？可爱吃了。问你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啊，我这有个学名。什么学名？叫福地八宝大枣饽饽。这个太不好记了，这个不好记，不好记。多想想，再说来一个好听一点的名字。有了啊，我为娘娘做这个啊，是因为我喜欢她。哦，我对她浓浓的爱意做出来的。哦，这个爱意在你的心窝里，也在她的心窝里。那叫什么呀？爱窝窝。啊，叫爱窝窝。这么搞，我告诉他啊，别着急了，娘娘。问回来了吗？打听出来了。叫什么呀？这个东西叫爱窝窝。爱窝窝？嗯。这是谁做的？新来的厨子呀。我就去瞧瞧去。就叫来。啊，叫来，你瞧瞧去。嗯，厨子。哎哎，来，娘娘要见见你。来，这。这是你做的？我做的。这做的还可以吗？嗯，还可以吧。这么办吧，我代表娘娘发一下言，以后娘娘所有的饮食都由你来负责，尤其要做这个，爱窝窝。对，行，可以吗？放心，没问题。以后我们就吃你做的吃的了。好，好吗？行，咱说定了。那赶紧准备晚饭吧。那得了。